Hi, my name is Kai Wan. 我是一位摄影师。那我们常常 Hi, my name is Kai Wan. 我是一位摄影师。那我们摄影师呢，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。那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你记忆卡插到电脑里，根本读不出来，没有。Hi, my name is Kai. Hi, my name is Kai Wan.Hi, my name is Kai Wan. 我是一位摄影师。那摄影师呢，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，像是你记忆卡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我是一位摄影师。那摄影师呢，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，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你记忆卡插到电脑里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我是一位摄影师。那摄影师呢，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，那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记忆卡插到电脑里。读不出来就没有办法读取，读不出来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Hi, my name is Kai Wan. 我是一位摄影师。那摄影师呢，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，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根本读不出来，或者是你记忆卡插进电脑里发现你的档案损毁。甚至是你需要格式化整张记忆卡，你才能读取你的档案等等的问题。那你遇到这些问题，你肯定会超级紧张，就不知道到底是要该多插拔几次，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救呢？还是你要拿去救援中心去救你的档案？那今天有一个软体公司叫做 Tenorshare， 提供我一个软体救援软体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我是一位摄影师。那我们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，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你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没有读出来，或者是 Hi, my name is Kai Wan. 我是一位摄影师。那摄影师常常会遇到一些档案危机，最常遇到的可能像是你记忆卡插到电脑里读不出来，或者是你记忆卡插到电脑里档案损毁。甚至是你需要格式化整张记忆卡，你才能继续使用那张记忆卡等等的问题。那你遇到这些问题呢？你肯定会哇塞，超级紧张，不知道到底是要该多插拔几次试试看到底有没有救呢？还是你要把那张记忆卡储存装置拿去救援中心去救你的资料？那今天有一个软体公司叫做 Tenorshare， 他们提供我一个软体让我来测试，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个软。40 days. Jeez.